家好，欢迎来到晨妹自然笔记。网空这才是起点，起点开始，开始爬。小智已经开始了，大智还在。起点是终点是在这。这是起点，这是起点，然后这是终点。他们要跨过去吗？不知道。我觉得用小一点的小指甲，这是终点。你要碰到这一根，谁先？哦，大智穿过，小智还在犹豫说：“我要过去吗？”这是我们在哪里发现的？菜上面发现的，两只，两只。我们买的地瓜叶。还是不要放这个好了，小智过不去。小智过不去。你已经偏离轨道了，偏离轨道。对，从这边，然后这次也是偏离轨道。现在好像还离很远呢。真的可以，你可以看他们的那个，在爬的时候有没有看到？是 slimy 的。对呀、啊。哇，前面的触角，透明。然后他们的眼睛是在哪？上面那两个是眼睛。然后有一些黑点点，有没有？有哎、欸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黑点点。他们看得到吗？我发现他们的视力好差、哦。嗯，应该看得到，只是不知道视力好不好。哦，大只比较前进，小只落后。他们还离那个终点好远呢。你看终点在这儿，那边才十分之二而已。嗯，那前面那个也会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哎，那你去碰一下它前面。真的，上面有黑黑的一点，好像就是它的眼睛。你回答了，它在看着你。它偏离轨道了。你拿东西给它吃，它会不会吃起来？不知道。它吃东西。给我一片叶子。这已经比你超前，要让小智有机会。小智偏离轨道，看到了没有？加油，小智的！你这样子，加油！作弊，让小智的偷跑。啊，小智的就比较熟，不是啊，是吧？晨妹自然笔记。